眼袋和泪沟很严重，如何解决？刘红雷，西安市第四医院眼整形与眼眶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泪沟的情况呢，往往有的人呢，他是有局部的长期的我们的皱纹形成的，或者脂肪塌陷型，这两个问题呢，它是既矛盾又是有一部分重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明显泪沟，我们是可以做局部的充填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充填剂，有很多不同分子量的一个我们叫玻尿酸来做局部的充填，来治疗泪沟的。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有资质的美容机构做相应的所谓的充填物的充填，那么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术效果。因为大家光看到很多人效果非常好的，实际上不适当的这种治疗泪沟的玻尿酸充填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的，重的可以引起失明，那么更严重的可以引起颅内的阻塞，导致半身不遂。所以小小的一个玻尿酸注射是有很大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到正规的医院或到正规的美容机构做这个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专家提示：一、明显泪沟可以使用玻尿酸做局部充填治疗泪沟。二、玻尿酸充填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重则引起失明，颅内的阻塞导致半身不遂，所需要到正规医院或正规的美容机构做治疗。